你好，陌生的旅人，欢迎来到我的王国。这里很久都没有陌生人造访过了。对于你的到来，我很高兴。这是指镜魔盘，我最喜欢的玩具之一。为了欢迎你的到来，让我们来玩一场游戏。游戏的结局将会影响你，或是我的命运。我是叶卡琳，东乌丁尼奥王国的女王，你可以称呼我为陛下。这里是东乌丁尼奥王国，而你正在我的王宫之中。你昨天晕倒在我的城堡之外，我的卫兵发现了你。因为你的到来，指镜魔盘被激活了，这可是数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。看来他选中了你，这是你无法逃避的命运。指镜魔盘是从古代圣乌丁尼奥帝国流传下来的宝物，与他命运关联的勇者出现时，指镜魔盘就会开启。指镜魔盘是东乌丁尼奥王国珍藏的神器，作为女王，引导被指镜魔盘选中的人是我的义务之一。陌生的旅人，你还真是性急。为了让你能尽快熟悉魔盘的规则，我为你安排了一场试炼。现在让我们开始试炼吧。
Thank you.